好，师尊很辛劳，我们现在马上接着做经书活动。这个师尊接受竹崎泽县拉哈达以后呢，马上就接着签书的活动，啊，非常的辛劳啊！师尊为了这个满所有弟子的愿，慈悲的来赐福给我们，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感恩师尊好吗？你们这个掌声都是没力的嘞，怎么搞的？今天再一次好吗？有力一点，很大的欢呼声好吗？谢谢大家。签书的请尽快到大灯文化的摊位去请购师尊最新的著作《定中之定》及所有的真金墨宝，所有的宝物。师尊昨天开示《定中之定》这本书含里面含着这个行者在修法入定最重要的心要口诀全部在里面啊，行者，你的实修，你想要了解，都应该去请购这本著作来阅读。师尊辛苦了，那我们还有十几位的竹崎泽县哈达。啊，我们。